台湾与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哦，经得起考验。我们相关的预算呢，都经过立法院的审议，那相关的文件也依照法定的程序送立法院查照。本案外交部函送立法院查照，以及立法院的关系文书都列为密等。那很可惜，徐巧芯委员身为立法委员，却知法犯法，玩法弄法，哦，将这个公务机密公诸于媒体面前，视公务机密保护于无物。外交部认为，徐巧芯委员违反刑法第132条第一项公务员泄露国防机密罪，因此今天来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徐委员。告是针对他泄密的部分，那他指控内容部分是有涉及任何的法律的一个，像是诽谤或者说任何的一个法律问题。这个部分我们主要就是请今天来按您申告，就请检调单位来去进行调查，谢谢您。所以提告部分就是只有泄露公务机密这一部分，对，是涉入这个机密的，对对。那细节的部分就是请检调单位来侦办，谢谢大家，谢谢。外交部都已经讲过光了，已经泄露的秘密不是秘密，是这样。这个也是让检调单位来调查，我们这个立场应该是蛮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来到地检署安宁申告，也是为了这样的考量。谢谢各位大家，谢谢您。独立判定厂商的一个问题。实质问题我们可能麻烦您是不是还是跟我们公众会联系？我会跟我们公众会先回报这件事情，好不好？谢谢您，谢谢各位。密件来遮掩，可是因为他所公布的事情还是已经让公务的一些机密已经暴露于外了，还是会我们认为说还是构成泄密的罪行。那在这个因此，这个内容当然也是要靠这个检调单位来去进行调查。谢谢各位。那不好意思，各位，我们很简短的一个这样的回答问题。谢谢大家，先辛苦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外交部告诉我们，跟乌克兰所有的援助计划都是公开透明的，而其中有1亿的美金是已经我们投入到了乌克兰里面，可是呢，是透过第三方的机制，包含斯洛伐克也好，波兰也好，立陶宛也好，捷克也好，是透过专签的方式来协助乌克兰。当时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我就提到了这样的做法对于后续的善款的稽核会有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到底这些钱有没有实际的运用去援助乌克兰，对立法院审查预算的我们来说是不得而知的，而1亿美元是很大的金额，所以当时我也提出了这样子的质疑，尤其是准副总统萧美琴他到捷克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官员曾经询问他跟捷克相关的专案议题？当时我在质询的时候，我就有询问过外交部的吴钊燮部长。不过呢，那天他情绪好像很差，所以不断的跳针，大家就比较没有听到这个题目。但后续呢，在接受记者访问，我提到了，因为透过第三方的国家将资源转进乌克兰，这个过程不够透明，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所提供给乌克兰的善款中间经了一手之后，那中间的国家替我们来协助乌克兰，那他们会不会购买他们自己特定的衣材，他们会不会有行政的费用，这一些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我希望外交部能够讲清楚。但没有想到在礼拜六的晚上，后来我去爬书，好像是晚上11点哦，晚上11点，这是过去立法院应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夜间假日夜间的11点发文攻击一位立法委员，说我所说的事情完全是空穴来风，严厉谴责。那不好意思，我就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所以我在当天的凌晨1点也写下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整体全貌，也在昨天拿出了相关的证据提供出来，证明我所言并非空穴来风，真正有问题应该要解释的是民进党政府。我们首先来看民进党政府告诉我们应该要公开透明，他们一直都说他们跟捷克签的 MOU 健康相关哦，他说这个是促进乌克兰重建初级医疗照护系统伙伴关系的
健康的 MOU， 他们说这是公开透明的，是当时签约的时候有发出正式的新闻稿，但就是很简单的写到谁跟谁签约，里面的细节要做什么完全没说，而实际上面它是一份密件，要加密10年，这难道就是民进党口中的公开透明吗？这个密件它的解密时间是122年的12月31号，等于要10年以后我都老了才能要解密这份文件吗？所以如果民进党政府当天晚上对我的攻击是真的，请你立刻解密这份文件，放上网络上面让大家知道全貌，所有不应该提供给大家的部分我都用便利贴贴掉了，因为我想立法委员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保密义务，我们只是提出其中起人移动要看守好大家荷包的部分，我们不会涉及到泄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那这个专案到底要做什么？这个专案里面哦，一开始看起来很正常，是我们双方的代表都有做签名，所以如果我们在备查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份文件，我会不疑有他，因为包含台北办事处包含捷克办事处我们上面都有附上签名，这是一个正常的 MOU 应该要有的形式。但是看了这样子的签名，如果你不往后翻，你会以为这是中华民国跟捷克我们相互所签署的一份医疗相关的协议，是政府对政府，再怎么不说政府对政府也是区域对区域，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吗？当我们在往后面继续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一，这个金额非常的庞大，它的整体计划历程36个月，高达1000万美金，也就是它是一个3亿台币的计划，而且它指定这个计划要由捷克卫生研究院 CHTI 来做执行。为什么要1000万美金、3亿台币的计划指定一个单位来做执行呢？我们在看上一张单子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台北办事处跟捷克办事处双方互相有了互信之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来协助乌克兰，结果没有想到原来是由一家叫做 CHTI 为捷克卫生科技院的公司来负责执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执行，等我一下哈，这个执行哈，它很神秘的地方是，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都以为双方是捷克方跟台湾方，那我们双方的努力之下好能够一起来处理，可是我们的这1000万的美金汇款账户名称是直接进到 CHTI 的账户里面，这也是让大家觉得最奇人异动的地方。我们都以为我们跟第三方政府的互动跟合作是进到了捷克政府，然后由捷克政府帮我们将相关的医疗资源转达给乌克兰，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子的。1000万美金是分成3年进入到这个 CHTI 的户头里面，那其中我们刚刚讲到了在100万美金的1000万美金的部分里面有规定了30%到40%，好，30%到40%要有台湾的医材来进行采购。我在想呢，台湾医材进行采购这一点我们绝对都是不反对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台湾优良的医材能够协助到乌克兰的重建。可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那是由谁遴选？是公开招标吗？还是外交部一手遮天呢？同时我今天要特别点出昨天所没有说到的，目前根据2024年的计划已经有300万美元，300万美元的资金进入到户头里面。那我要请问，在这300万美元资金进到户头以后，目前我们台湾医材的采购情况如何？分成两个部分，第
第一，有公开招标吗？有公开遴选吗？是所有的医材厂商能够公平的参与这项计划吗？第二，买了多少，跟谁买，清单能不能够告诉立法院？现在目前完全都是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不让我们知道。外交部不是当天说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吗？那为什么2024年已经汇出去的300万美金，到底其中30%-40%的台湾医材采购是公开采购，还是限制性招标，还是根本是捷克政府来决定，还是根本没买？什么样的厂商能够得标，什么样的厂商不能得标？我们要购买援助乌克兰的医材是什么？大家有发现吗？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料。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打造有感每一天。小包装好携带，成分天然零添加，无西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心动了吗？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